好，接下来画这题啊，这题最后的目的是要剪成这个样子，好，其实它的目的不是把这个2D 的线画出来，所以其实我们在画的过程，那个思维是不太一样的，好，那不太一样的意思是指什么？因为其实我要5个形状，不是只要黑色这个，不是只要白色的线。我要一个最大的，跟一个圆、2个圆、3个圆，跟第这个，我总共要1、2、3、4、5，5个形状，5个都要有，所以我要画5个形状，转成5个面运，再去剪掉。所以你不可以一次把这个画出来，你一次把这个画出来，你有些形状就拿不到，对吧？好，所以观念是这样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把最外面这个解决哈，下面78，然后这里有一条线78长，不知道多长，这里也有一条线是67长，不知道多长，那就不要管它。画一条线，我先画左边好了。小老鼠，随便的啊。小鱼，67度，反正先让它长一点再说啊。然后呢，这边是78，78是不是要180扣掉？所以应该是102度。所以画一条线，第一点在这，小老鼠，长度随便。故意长一点，然后重点是102度，这样，所以先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，然后这三角形画出来之后，它又降下来，因为它这边是说这个等腰三角形，然后宽度27嘛，好，这个之前是不是有提过怎么画？我们要先画建构线，对不对？所以 XL 建构线，然后打 B 2等分。先点顶点，再点角点，再点角点，先把建构线找出来。找出来之后，因为它是27，所以向左27除以2，向右27除以2，所以 offset 27除以2。选物件选侧，选物件选侧，然后把这里画出来。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。好，所以我们终于把这边解决。然后呢，他说这里是1、2、3、4等分，所以 divide 选它4份。如果想看得到点，你可以在点形式里面去把它随便交一个出来，就可以看得到点嘛。4等分，然后呢？里面一个 R8 的圆，但是我现在需要外面的，外面是 R13，所以先画一个13，对吧？好，copy 一下。目前为止没错。好，那我先把点关起来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讲说，因为这个重点是要得到这个剪成这样，所以我们要一个形状一个形状拿出来。我在一个 offset，因为所有宽度都是5，啊，offset，不用，因为我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可以有最大的了，最外面那个了，好，所以我先抠一份出来。先抠一份出来，这个我等一下继续画，所以我先抠一份出来，然后直接把它做成 region，是不是就变成4个大面域？然后连接起来，UNI，把它们全部连起来，对吧？全部连起来，这是得到一个最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大的，然后再来，我
们先解决左边，这比较简单。Offset 五，选物件选侧，选物件选侧，选物件选侧，选物件选，他为什么不给我选？选物件选侧。这一个是不是就是里面这一个？你连剪都不要剪，对吧？好，连剪都不要剪，直接用 BO， 因为 BO 是不是也可以做面域 ？Boundary 也可以做面域，好，直接做成面域，跟他讲我要这里面，对吧？好，看得懂吗？我现在就是直接做好这个里面的嘛。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是把它搬出来，好，把它搬出来。但是搬的时候要小心，搬的时候我是这样搬哈，选它，移动，以这里搬到这里，是位置就是对的了，对吧？它剪它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它要剪它嘛，啊，再来只剩下三个 R8， 啊，画一个圆，这里。八嘛，对不对？八，八，这三个圆嘛。REG， 把这三个圆也转成面圆，所以现在这里这三个圆，这三个圆是面，好，啊，也是一样搬出来，它。还是从这里搬到这里，对吧？所以其实现在这里是有一个大东西，有一个最大的配这个配这个配这个这个，所以我得到五个东西了，这样可以理解吧？好，再来是不是要剪掉？啊，剪掉 SU， 先选要留的。要留的是最大的这个，确定再选要剪的，我要剪它，我要剪它，也要剪它，要剪剪可以一起剪，好，那就一次剪完了，对吧？一次就剪完了，好，所以这种概念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是要把形状画出来，所以做这种。这是以前的、啊、因为以前在考 TQC 的时候，要考很多叫扣除内孔镜面积，对吗？这个是不是扣除内孔镜面积？扣除内孔之后，镜面积是多少？好，啊、面积等一下我会教怎么查。那这个方式就是在画题目的时候是一直画扣出来，画扣出来，画扣出来。然后最后去剪，得到一个你要的，啊，对不对呢？对不对？很简单，一样，你把它搬回去，叠在一起就是对了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加查询啊。你如果有查询的话，你去查它，它就会给你面积的，对啊，好，它会给你面积啊。这个等一下我来教，好，等一下就会教。所以来各位试一下，好，这边其实我的做法是。画搬出来，画搬出来，搬出来，然后最后加加减减成我们想要的这个扣除内孔的一个物件。好，那来试一下。